Astro Chronicles 是由造物法则的团队所带来的全新日系 RPG 手机游戏。故事在讲述为了拯救世界，主角被送回了过去，但回到过去的主角记忆却十分模糊，因此开始了一趟找回记忆与拯救世界的冒险。游戏开始要从五种职业中选择一个作为初始职业，但是别担心，只要完成特定任务之后，就可以随时改变角色职业哦。游戏有着丰富的主线和支线任务，进行任务时也会有明显的路线指引，非常方便。战斗方式则是即时战斗，比较特殊的是释放技能需要在荧幕上画出和技能相同的符号才能够施展，而角色在攻击后也会累积能量，集满能量后只要对着角色头像向上滑就能够使出特殊技。身为主角的你，这一次能够找回记忆拯救世界吗？